陀仔四个半月，仗赖陈敏之出巡。37岁嘅索腿天后陈敏之，自从宣布为圈内老公雷伟信 William 成功陀仔，就万千宠爱在一身。日前敏之就同老公、好姊妹伍咏薇、好朋友薛世恒仲有司机去沙滩度吹海风。为免大肚波晒亲 ，William 同司机咧就去租沙滩遮同沙滩椅先。期间敏之就用手机帮老公 William 同薛世恒影相，侧身露腰，露出大半边 pat pat， 相当诱人。之后 William 同薛世恒就出海畅泳，五姑娘就留低陪敏之倾偈。敏之当日咧就以密实背心享受日光浴，性感嘅程度虽然就唔及五姑娘嘅黑色渔网透三点色，但系43寸嘅白滑长腿一样系咁吸睛啊！第二日，敏之就同工人去到超市扫货。虽然陀仔四个半月，贴身衫之下升级唔少，而且见到腹部隆起。问到点样安胎，敏之就话：想问下会唔会话有啲乜嘢调理下身体啊？咁样啊？食多啲有营养嘅嘢咯。O、okay, K， 会唔会话有啲咩安胎补身啊？咁样啊？都冇啊。食啲清淡啲咧就。哦。咁又饮下啲。有時喝下花膠湯嗰啲咯。好嘅，瞓唔瞓得啊？有冇話瞓好多啊？食得瞓得就得。好嘅，好啊。有冇做運動啊？嗰啲啊？少少啲拉筋。哦 ，OK。在此就祝敏之生個肥肥白白嘅 B 仔啦。